瑶瑶为了爱心不惜拍卖自己的宝贝。这个东西就是让我觉得说，就是一个再平凡的人，就是只要很努力。拍卖金额狂飙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数字，8000，9000，10000，10000，真的假的？打破拍卖会史上天价，即将震撼登场。在上集的爱心拍卖会中，感谢粉丝们的大力支持还有参与。接下来马上带各位来看一看粉丝罕见的精彩盛况啊！这次我答应那个。其他的班友要做一件事情，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亲吻吗？你嫁给我？肃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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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西雅拉舞蹈比赛拿到了一双芙妮的鞋子。全新吗？全新。4000，他不让你的，成交。是，他底价之前150，这不可思议，总共几倍啊？超可怕！他是我跟阿寿就是淘汰赛表演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自己做的衣服。500。500了，800，800，1000，太酷了，很踊跃，1500，强调啊，这么这一次爱心拍卖会所募得全部金额，我们都全数捐作公益基金，来帮助所需要的人哦。现在所得多少了？19700元。掌声先鼓励一下。我会用在第一线，第一线会救助在急难的一些家庭啊，或者一些需要的地方，教育各方面的。接下来，婉婉请出列。一阵高潮之后呢，接下来要考验一下人性。人性这太可怕了吧？先讲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，跟你之间的关系。我有用过，而且很贴身，就虽然很小，可是大家都可以用，而且这边很多妹妹也用过。哦，就玉兔、瑶瑶、米奇那些，他们都有用过这个东西。全都用过。对，是什么东西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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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唇蜜？他们有用过是嘴对嘴这样用吗？对，是嘴对嘴直接插上去的那种。你要出价多少？直接先写。50元。50元。慢慢来了，对啊，有谁用过？先讲一下。玉兔，还有米奇，还有瑶瑶。还有 L B 糖果，好，50元开始。现场相当冷静，怎么会这样？拜托，来，有，150，做爱心。拜托，很多你们想要谁，我就去擦，快点。200，拜托。你讲，300，300，来了500，500，直接500了啦，500，500。有要擦谁的？我现在就去擦。我先擦一个米奇好了。米奇，赶快帮助别人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等一下，让他擦完，我再看看现场。米奇，哇，跳！米奇，镜头给米奇。亲一个。亲一个，亲一个。1000。1000。1000，不是你来，快点，快点，我是哎，
不是我哎，不是他，我自有办法，你就自有办法的，在配票啦，擦他，你擦他。不要针对哪一个特定对象，你就往那群飞吻一个亲一个，龙家你知道怎么做了？可以说话了，千五，你看他1500，操盘手啊你，1500一次，1500，等一下，哎呦有了态度，1600，1600，哇。1600，2000，义卖爱心注入在你们人生当中，2000一次，2000两次，2000成交。你是因为红丝擦了以后，麦克风，麦克风，米奇吧，米奇，好，我只是纯粹想做善事而已啊。哇，哇，善事才是关键的，恭喜你2000成交 ，OK。外卖靠着美面加持的纯米，最后就1000元成交，感谢粉丝们的爱心。接下来用兔请出列。你的东西呢？我跟你讲，我的这个东西，你看了它，你一定会有一个信念在你脑海里，就是只要你努力，一定会成功。哦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跟我有密切关系，而且你一定会永远的努力，记得这个，然后做事情完全不会没有信心。哇，到底是什么？加持啊！真的，那我们请布帘拉开。哎，我记得他天后加持做蔡依林签名的哦，对，九令的，对，他的亲笔签名。哎，这个很珍贵，我相信如果你们买出去以后，再到网站上去拍卖的话，赚回一手。而且我要讲一个故事，因为以前蔡依林就是我的梦，就是偶像，然后我就是也不知道有朝一日可以在我的偶像面前就是做衣服，然后别人给他看，然后还得到他的亲笔签名以及赞赏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信念，只要努力一定会成功，所以造就了我今天的，你知道？你怎么样？成功！哇塞！信心，恶心啊你！话说勇兔人有信心是好事，不过这种事情你也说得出口，真的是很好意思啊。你讲话这样子扣500，我跟你讲，好，你打算多少钱？你自己。你无聊啊你。我不想写这个字。